小塞文，上来吧。来给爷子弄一点好吧，来给子弄来。哎，这一口啊，来点吃啊。一个小姑娘够粗鲁，咱给子弄一点，给子弄一点。你说你到底是狗还是鸟啊？等等等等，你这可爱到啥程度了？啊，可爱到啥程度？哎呀，不行，摔着你了，你是个疯子。刚开完会，开完会要跟他玩玩啊，这死诺被他欺负的都不行了，啊！好了。no， 欺负死咱不欺负死诺啊？哎，没了，哇，啊，没了，嗯。小帅问：“你为什么那么强的、那么强烈的欺负子弄呢？啊？嗯？哎呀，这个是刚刚的开完会，刚刚的开完会。”开完几个会，开到头都懵了啊！这个所以说没来得及给战友们这个录小视频，抱歉抱歉抱歉啊！这个从昨天到今天，大家都看到了 C 派克的精彩啊！这个是真的是我们长岛哥带着 Nico 小王子等所有兄弟姐妹们啊 ，Rachel 还有文恩啊，我们的柯基啊。所有的风中 summer， 我们几十个战友在前线，这个挣来的荣誉啊，这个体现的价值无与伦比啊，没法形容。它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新中国联邦人的行动力啊，行动力就是太多人给我发信息，不可思议。在现场上最最流行的音乐是 Take Down the CCP 啊。而又现场咱们战友展示出来的精彩，是对西方人，特别是美国的保守派啊，怎么看待我们中国人啊，大家都从 CPAC 上都看到了。所以说当我经历这些的时候，心中无比的感激所有战友的付出。没有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的捐款者啊，怎么可能有今天？话又说过来了，没有这五六年的坚持，怎么能获得人家的尊重？我们真的是在改变这个世界，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。而且我们在西方对中国人，整个中国人在西方的安全啊，整个在西方得到的尊重和把中国人和中国党分开意义重大。啊啊，Snow 在那边 Snow。所以说我是特别感触的，就是一些这个欧洲的美国的朋友啊，包括这个现在
一些保守派的组织啊，宗教组织给我发信息说 ，Miles， 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。当今年在 CPEC 上看到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展现的这种风采，这是我们对自己，以及对我们所有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一次最好的验证。我们做的值不值？我们做的好不好？当然，一切啊，只是刚刚开始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。但是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看到兄弟姐妹们在前线走出这样的精彩，做出这样美丽的节目，这种深度的节目，每句话、每一个动作，那都是一个文化、素质、能力的体现。所以说，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我是从昨天晚上大概是3点多啊。开会开到5点多，我就睡了一觉，睡了一觉就睡到8点了，然后醒来赶快就准备开会，然后又跟这个日本还有唐平妹妹开会，然后又刚刚又开个小会儿啊，跟这个英国的，然后我一会儿还马上又另外有2、3个会要开，都是关于新中国联邦和其他国家的合作，特别是金融机构啊，金融机构就是很多人非常清楚，像今天早上我开那个一个。特别重要的一个欧洲世界超级组织要和喜联储合作的事情，就他们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过去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市场武器化，我们由于离不开那个市场，我们这个机构40%到60%的生意在中国，所以说一旦跟你站在一起，我们市场我们就离开这个市场，对我们这投资人是个大的打击。我们又是上市公司，世界级的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， 是吧？但是现在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要和你和要一起合作，要设计一系列的接下来的合作，包括跟喜联储，原来他们喜联储那些官僚们沟通非常不顺当，现在人家主动跟我来沟通，你看到了吗？就这上沙发上 ，seven， 小样。太可爱了，他简直这个疯子就上那沙发就是穿来穿去啊。那么人家要跟喜兰楚这个合作，喜币合作，其中让人最感动的就是说到，我们真正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当中看到共产党的邪恶，同时病毒给世界带来的危害，包括美国和世界正在准备溯源找病毒原因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是时候我们合作了。我们也做好了停止那40%和60%的市场的份额啊，他说无所谓，我们做好准备了，做好准备了啊，这是很大的事儿，兄弟姐妹们。同时，你们看到现在中共内部的这种经济的崩溃，现在共产党到处求人家，我求求你们别走啊，回来啊，继续保持投资啊，开放啊，特殊政策又来了，又改革开放了。改革开放几十年了，把全世界全给弄死个球的，是吧？病毒、疫苗，现在又改革开放了。下个开放是成功了，你们是什么？如果这次他真的改革开放要成功，真改革开放的话，你们更惨。只要共产党在中国，你就是危险的；只要共产党还强大，你一定是会更惨。所以只有一个 ，take down CCP， 所以说这个是毋容置疑的啊。所以说，兄弟姐妹们，就像一个这个小 Seven 受到这种恐惧之后，他会再怀念那种日子吗？不会了啊！所以说，兄弟姐妹们，新中国联邦人已经改变了世界，和正在让世界更加安全。珍惜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战友们啊！啥都不说了啊！这个接下来我有时间我再直播的给大家说啊！母该塞，